色可以度众生啊。再来增上眷属，希不希望家里面的人都学佛？希不希望？希望啊！每次都是你一个啊，十个人，干咱一个吃菜，九个人吃醋，十个人啊来互动，干咱一个人来，大家拢要出去耍。恁家是不是安尼？对啊。哎，你要较怕病啊！你莫拢靠不住啊！干咱大家拢要有机会啊！佛法不是求来的，佛法是修来的，好不好？修来，那你就要持戒啊，受八关斋戒就有真上眷属啊。你合福啦，你囝也必来啊，你孙也必来啊，你恁家拢必来，你隔壁迄个食醋的嘛开始食醋了，你有厉害无？有啊，爱拍拼好无啊？有啊，你安尼那较认真诶啊，互你村全部拢食醋好无？有啊，你要回向真上眷属，自我圆满。周遭的一切皆圆满啊！那你好福啦！你真快乐，人家问讲哦，你真快乐，还是讲好，还是讲真正啊，做红太子，那出名客人拢天天来，你哪有电？你感觉奇怪啊？是啊？哎呀，那差济，你叫啊，你叫我电视秀叫我济啊？啊，无恁家啦，无天天，大家拢天天。唔知啊呢，啊，然后有什么样的状况事情，你们家都没有，他会觉得很奇怪，啊，就好像那个，地震一样，对不对？啊，有些人都受伤了，然后结果有一个居士没事，为什么？他是学佛的人啊，他吃素，然后刚好他睡觉的时候，他都穿了一件衣服佛，穿那个佛字啊，对不对？不是穿那个咸蛋超人那个呢。穿那个脖子的，对不对？哎，我们的亲戚刚刚买电视机买过啊，有无？那个脖哇平安的，然后就哇，这好不那个了。一个问讲，那你这个狐狸去对咩？我现在只素心努力啦，我长个青的，就哈哈。你要比输个哪个嘛？哎，咱 QQ 的吼，咱订一领200块，咱来出价出价800块，有没可能？有啊，啊，所以你。家人，你周遭的一切，是因为你持戒，是因为你慈悲而产生妙用嘛？第三个真上戒，三年还是皈依佛，五年还是皈依三宝，哎，这样非常好嘞。我们学佛，我们要有真上戒，就像诸位一样啊。你们这是因为皈依三宝之后受五戒，受五戒之后，你进一步要受八关斋戒啊。那在家人信心为根本，就是因为信心而去受五戒，不能老是停留在五戒阶段了。你当你受一遍八关斋戒之后，你的命运就完全的大大的改变了。就好像20个年轻人，他们皈依三宝受五戒，因为听佛说五戒的功德，皈依三宝的好处，36个护法神，然后慢慢的就会增上身，慢慢的就会啊家里面圆满，事业圆满等等，他们很有信心。过了3年5年。他们这20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是就觉得好像少什么东西，那内心很空虚，然后遇到障碍的时候也很烦等等，那他们就一起去问佛陀，啊，佛陀说，我没骗你们啊，啊，那我问你，你们相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一个，你们相不相信轮回？那你相不相信业力？对呀，啊，那佛又接着说。你们相信轮回？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变老妖怪了，对不对？然后才会几百回，好不好？有才会几百回不？能百回不？啊，如果这个岁数数字有办法衡量的话，啊，还搞鬼也灵啊，还拍死。所以刚刚讲过，百千万劫的地狱恶鬼畜生换来的人生，那佛又接着说，恭喜西铁狼儿啊，啊，你这辈子。里面有没有出生就吃素的？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一下，亚秋这边拍谁啦？龙伯，你里面有没有一出生就吃肉的？有没有？举手一下，一出生就吃肉的。喝奶慢慢的就吃肉啊。对啊，就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吃肉而开始学佛吃素了，对不对？对啊，他会打雷龙门罐啊。所以你看，吃肉，
啊，意思是说我们吃肉杀生结的恶缘太多了。有没有人没有踩死蟑螂的？有没有人没有捏过蚂蚁的？有没有人没有打过蚊子的？通常都有啊。啊，你看吃这个鸡肉，吃这个牛肉，吃这个猪肉，为什么灾难特别的多？以前啊，五十年前，五十年前，对不对？五十年前，我们要吃一块肉，是不是过年过节，对不对？对。啊，现在天天在过节啊，对不对？我想要吃就去买啊，西北那边嘛有枇杷，对不对？讲过排骨便当啊，准备吃造红便的，所以这个业都一直在我们身上增加，增加一倍、两倍、三倍、五倍。所以佛告诉这二十个年轻人，因为我们做人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啊，那做人所造的恶业是这么多的，那你堕落畜生道所造的恶业是不是更多？畜生道都是弱肉强食啊，对不对？你做的动物体积越庞大，一只金鱼，你看你要吃掉多少个鱼类啊，多少个鱼虾，对不对？那你那个做那个食蚁兽呢？食蚁兽是因为吃蚂蚁为生的，另外你要讲话这，那你那鸟呢，也是一样，都要吃虫啊，是不是？那你吃人家，那你就要被人家吃啊！啊，所以我们造的恶业是很多的。所以佛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快速消恶业，就是受八关斋戒而已啊！你们守五戒，你们皈依三宝，那里面有没有持六斋啊？然后那20个年轻人说：“给我念，有空我就受六斋，没空我就不受啊。”那佛陀说：“这样子啊。”佛陀说：“那这样也没办法啊，啊就好像世间人一样啊，啊你要有福报，可是你却不布施，所以佛在经上才会这样子说。跟我念，求寿，莫过于戒杀放生；求福，莫过于斋戒布施；求安，莫过于忏悔业障；求德，莫过于皈依三宝。”求慧莫过于亲近善知识，是不是啊？你要身体健康，你又在吃肉；你要长寿，你又在杀生。佛陀说无所事处，就好像那个罗刹鬼要吃小沙弥，小沙弥跟他讲：“你离我太远了，你离我太远了，你吃掉我，我升天；你吃掉我，你又更痛苦啊！所以你离我太远。”然后那个小沙弥跟这个罗刹鬼讲完之后，罗刹鬼还有善根呢、啊，他跟小沙弥忏悔，然后又皈依三宝了，对啊，那这个世间人有这种观念多不多啊？你跟他讲，你现在得癌症，你受7天7夜的八关斋戒，病苦一定可以脱离，他会不会跟你来受八关斋戒？会不会？不会啊，哎，哪会？你癌症，这个人得癌症，你叫他吃素，医生叫他吃牛肉，他会听谁的？医生。对啊，你又不是医生，那个庸医都听你的，对不对？他要听医生的嘞，对不对？对啊，然后你看，人家读那个《地藏经》，对不对？啊，读《地藏经》200个后，那个同龄人讲你2700倍的，然后你的业就可以止住，然后你的苦就会慢慢消除。你开始念，念到你第一遍的时候，隔壁我真济做现钱的，阿庆啊，过了无啊，你去走着。啊，无啊，我人艰苦啊，我即马落来读经啊，啊，读经心情较会迄落，还会舒缓，还会恢复体力。哎，读啥物经？第种，无怪哦，你切，久无看到你啊，我是讲，阮孙最近安尼身体健康，啊来，我来我是行到跋倒安尼，跋倒嘛咧怪隔壁读第种经个对啦。恁讲伊到贵伤济啦。啊！你唔好读地藏经，恁家专柜伊知影，恁家专柜名记，阮家住啊隔壁啊，恁家啊恁家柜上店，敢袂当来阮家个啊？会袂？会啊！爱缩惊啊！爱合分，合分合五年啊，合分合五年啊，逐工念地藏经，功德利益28个功德利益，28个功德利益拢来跳过安尼。啊，隔壁来讲呢，讲伊就免听安尼。即种人有济无？啊，你就无法度啊！所以佛祖阿那讲，佛祖讲，他对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佛祖阿那讲对了，他感冒维修。佛祖，他无法了嘛，
我刚才看你受苦，想过来老板，然后再指引你一条明路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消业障要不要花钱啊？对啊，不用花钱，他里面出。那我去人做了，每回也一个外呢，每回也讲哦，这唔好，这后边唔知要靠我，这唔好，莫来。每回也讲哎，伊愿意开钱，请来使讲一张五万块，伊讲真满意，开到真满意啊。啊，我请我这免费啊，还乞丐，哇！啊，我来检讨啊，我弄做到人未信任的啊，没办法啊，所以消业障要有助缘呐，要有善缘呐，是不是啊？啊，你像我们这些法师都很慈悲啊，他们都在自己的中心道场讲堂里面，只要49天有人往生呐、啊，我们都是立大牌位，免费超度嘛，像我传道在这也是一样。啊！你们来，你们叫我给你当钱拍摄，我真无用的。我给你当倒不如你两个两千百位哦。哎，你哪个会歪来？歪来嘛，歪到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众生就是这样无明啊，众生就是这样不明事理啊。啊，所以我们只眼睁睁的默默的帮他回向。所以真上戒，你每受一次八关斋戒，你真上戒就很容易圆满。皈依三宝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看得出给人，你愈来愈怀疑。你看得出给人，你就有一股冲动。师傅，我会当对你心无偏爱，我排面包我无要紧。师傅，我会当对你心无偏爱，你叫我做啥我无要紧，你给我带偏好了。你就会种这种念头，这种动力，那就表示真上界啊越来越圆满。乃至于你喜欢吃肉，那你多受八关斋戒。回向，我要吃素。那你慢慢的，你看了一把，你刚刚看了西天两把，你就每个两个年，有没有可能？有。那为什么有可能呢？那是因为你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改变你的命运啊。你相信三宝的力量可以改变你现在周遭的一切，像真上眷属、真上色、真上界一样、啊。第四个真上身，这边讲的真上身有两个，一个是慢慢的就改变我们现世的命运、家庭、事业、周遭的一切。那真上身是我们在这个生死流转当中不会堕落三恶道。第五个真上性，佛法的重点叫真上性啊。那哪里讲地藏经摩他林达尊贵啊？你就来讲，无呢？我到本来有真正有贵啊，我做我相信。不过我上地藏经了，贵渐渐就无，本来我到早林达去啊。我你看看什么？做两地藏经了，贵了拢得度啊！因为那个同龄人讲你念丢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比喻。那另外一个比喻，佛陀还这样子讲啊，因为现在的人讲是非的人太多了。佛陀怎么说呢？这个人就很喜欢讲是非，那你还听他讲的话，你还相信？真正的佛陀，童年无知，这个囡仔，这人就破病啊，这人就破，我阿弥陀较紧啊。咱的老爸老母老啊，话病读啊无清楚啊，伊讲出来话，你会相信未？会相信未？未相信啊！啊，为人就是安尼啊，啊，要相信，要相信这嘛，我讲，哎，读啊都无清楚啊，伊都话袂讲话，你搁要相信？啊，就没办法，那这个没有真上信啊，这个也没有真上的光明啊，那就自己的无明我执在作祟啊，业障在翻搅，那业障翻搅更加念佛，所以广净老和尚说，烦恼来的时候一直念下去。念到这个烦恼自自然然的消失，自自然然不起作用，有没有这一句？有没有听过？烦恼来就卖差别，继续念，念吧无相无去，念吧你也愈来愈欢喜。如果你念的时候，你愈念愈烦，愈念愈艰苦。有些人就这样子，这就无念无代志，念无专代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连结，那个习气一直涌上来。那你如果没有察觉到这一点，那不晓得该怎么对治，那你就歪脸吗？你就歪好回来。因为学佛的时候障碍就会现前，为什么会现前？因为要还债。你现在不还，你要等到你命中还吗？现在要不要还？你命中还你就来不及了，你命中还就障碍你往生，你命中还就把你带到三恶道去了。真上信啊，跟我念，信满则解脱。信满则解脱。你。信心具足，你就解脱了；让你信心坚固，你就成就佛道。第六，
真善变，要不要变才无碍啊？要不要？这个也很重要。让去顾为你的斗啊！现在我们都不会变，没关系。但是你受八方斋戒，愿我有真善的辩才。人家问我，我都有办法跟他说。像我真正是安尼，讲也袂晓讲，看册安尼，虽看册袂记，然后我就很忏悔。共灯，因为我开智慧，共水，中央规定对安尼，让我过目不忘。啊，让我可以看经书，可以讲得出来。讲出来也不是代表我很厉害，讲出来是因为三宝加持，让我知道你们想要听什么，然后就你们就各自吸收。佛菩萨有这个力量，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有没有？对呀、啊。那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辩才，是因为信心而受戒。那戒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功德呢？跟我念。以诸佛福德，功德力摄受，对啊，药师经里面讲的，药师佛、诸佛菩萨都有圆满的德恨、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没钱，你念个药师佛，药师佛就会让你有好的工作，药师佛就会创造因缘，让你赚到钱。所以我们没福报，我们看到外面的狗没东西吃。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变持咒，变持咒。啊，伊马上把头伊看了一个便当，我就砍你啊！有可能无？有啊！真正是安尼，有福报就有办法，对不对？有啊！啊，这个叫做慈悲太阳咒啊。那第七个真善道啊，啊，这边讲的真善道是说，我们如果诸佛菩萨给你做证明，你受108次的八关斋戒，你就可以解脱生死轮回的苦。还是怕了没？你也还是怕了没？哎呀，你也还是怕，因为你知道这个生命是艰苦的，你一定要爬到顶楼去。如果现在大王宝在顶楼，啊，大王宝在顶楼，你会不会马上跑第一？会啊，啊，不然你卡条，你卡条，我擦擦你嘞，别人要去别人，对不对？大王宝王嘞，对不对？那这个一样意思啊，真善道啊！你如果108次的八关斋戒，人家给你那个受记，绝对可以解脱，所以他们已经怕别人。所以我现在也是自我这个要求啊，我就说108遍的八关斋戒，我传108次的八关斋戒，我就可以满一个愿嘛，满什么愿？变才无碍啊！如果我108次的八关斋戒，我就可以满一个愿，满什么愿？我要有威德力啊！我如果108遍的八关斋戒，我就满一个愿，我有通利大众的力量嘛。所以我为这个而努力，为这个在精进啊！你们为什么而努力？自己发愿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愿就会支持着你。各位，我们传八关斋戒，你不好命，你得回家去，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无啦，啊，那我各位，我们送七亿的啊，送七亿的啊。啊，你拢无公车啦，嘛无人要你载啊，你跑去人家你就累哦，是不是？是，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不够啊。啊，那我们人都有分别，大宝法王力量大，这个出家人如何，这是正常的。不过当我们对这个法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给我念一遍：依法不依人。是不是啊？是，这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你刚一个出家，刚一个出家的法师，他就有资格传八关斋戒啊。但是你不是对这个法师有信心，你是对这个八关斋戒有信心。然后你师父拜托你八关斋戒修团结，你念几遍我化解莲池的好吧？啊，那个法师忙的，上面就八关斋戒，啊，你就叫伊念不就念啊？莲池嘛，莲池。这就是信心没有，你仁慈哦，你有点话说，光在世间语，话说唔知啊，一不杀生仁慈，仁慈，我偷到了仁慈，美术你传八关斋戒，有点话说咧，这个叫依法不依人啊，是不是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宣化上人的传记里面有这样子说过啊，都给小报了，有没有？
他怎么说呢？他这个大悲咒，大悲咒本身力量就有了，然后有一个乞丐，然后他生病，他对这个大悲咒很有信心，对这个大悲咒非常有信心，然后他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一个出家人，他当出家，大悲咒呀，凉凉啊，大悲咒背在心里呀，不宝贵啊，可是他那这个乞丐，他就是对这个大悲咒有信心，然后他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你知道请法师啊加持大悲咒，你上面别弄以后，所以他千辛万苦啊，他就跑到山上去找那个法师，然后他就拿一杯水啊提起，然后枪一发出嘎起，哦，那些发出快雷，无快雷过来，快雷怎么样炸？不跟炸？大悲咒养宅啊！然后那个乞丐师傅，麻烦你念大悲咒啊！听说佛说什么大悲咒很有力量，我病很痛苦啊，我已经拿医药都没钱啊，一点白酒。然后那个出家众被这个乞丐堵啊，你挖一两两啊，然后就叫那个乞丐跪着，然后眼睛眯起来。你快乐也有，他会有压力啊。你把这给啊，然后那个法师就把那个水接过来，然后大悲咒哪会念，他就大悲咒大悲咒大悲咒。啊，不一样，你别再辛苦，又不要半天。大悲咒大悲咒，坐垃圾。然后老黑就去家里。哦，那个法师眼睛打开了，我还给你，法师我还给你啊，眼睛打开了，好了，赶快回去，不要再来找我。哎呀，把那个水拎回来嘞！他真的真的，他那个病就没有，就比较不痛了、啊，真的啊。然后他想说还要再去求大悲咒，哎，法师可以啊。我出他都出给他没人办理，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第二个例子是，这个有一个长者子，然后他对三宝没信心，可是他有善根，他生病了，钱家里面父母请了很多个医生，快医生不好，那他父母也有学佛，他就引导这个长者子啊，然后去找一位法师。这个法师对大悲咒非常有信心，他就是修大悲咒的法门。所以当这个长者子去求这个大悲咒水的时候，希望他可以消除他的痛苦，那法师有信心啊，就像我站着对八万斋戒有信心啊，然后这个法师就这样念念念，那这个长者子没信心，他有善根啊，那没信心他老不老不给我去啊，那他也没有攻击性，也没有什么样啊。然后法师信心十足，念的时候这个水还会起波浪，念的时候这个清水念完之后给那个长者子喝，哎啊逼逼起北谷嘴，你们怎么会有甜味甘露啊，对不对？啊，喝下去这样全身舒畅，是不是这两个例子都不一样？这两个例子只要有一个对方对有信心就够了。所以信心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真上道很重要，所以跟各位分享，意思是说你自己去发愿吧，你要圆满哪一件事情，先把功德拿来用，会不会？《地藏经》讲的啊，母亲堕落三途啊，为母亲发大愿，众生度尽，三恶道的众生离苦了，我才要成佛。他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母亲当下从这个地狱就离苦了，有没有？有啊，千真万确的、啊、第八个真上正等正觉、啊、所以你每受一次的八万斋戒，你就离佛陀越来越近了、啊、你每受一次八万斋戒，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朵了、啊、所以我们受戒会越受越欢喜啊，对不对？所以我都有讲过这一句话，大家都有听过，跟我念：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后天会更殊胜，我们就是为这个努力的、啊、口才不好，我明天一定口才会越来越好，我恶业很重，我大后天一定会比今天业障消更多，为这个努力好不好？好。
那就是信心呐、啊。啊，那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好。阿弥陀佛。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即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我是香香妈妈，我是护华。香香妈妈好，护华好。护华，你喜欢花吗？当然喜欢啦、啊。那很好哦。那你曾将你喜欢的花供佛吗？我没有供过佛，但是啊，我看过我妈妈拿花供佛。哎，香香妈妈，
为什么我们要以鲜花来供佛呢？